知识本身的获得是要真正的获得，而不是老是堆积在你的脑子里的几句话。我们要创造条件，让孩子时刻对事物保持一种好奇心。你渴望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你的梦想。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更好的未来，无论他出生在哪里，在怎样的家庭和怎样环境，他一样的成为未来的国家的栋梁。中国队利用任意球1-0，中国队击败法国队，保留了晋级的希望。2021年8月东京残奥会上，人们在绿茵场上看到了中国盲人足球队的身影。这支成立于2006年的队伍，曾荣获残奥会亚军、盲人足球世锦赛季军、盲人足球世界杯季军。先后6次荣获亚洲盲人足球锦标赛冠军，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强队。本次出征残奥赛场的魏建森和刘猛都来自云南省盲人足球队。我们练习一脚传球。云南省盲人足球队的教练岳建坤在带领队员训练之余，一直关注着魏建森和刘猛的情况。怎么样现在？挺好。岳建坤是魏建森和刘猛在昆明市盲哑学校读书时的体育老师，也是他们的足球启蒙教练。啊，刘猛啊，不要偷懒啊。好的。偷懒回来打屁股啊。一脚打门，中国队1-0领先，突破后又是一脚果断的打门，2-0。东京残奥会上，中国队在小组赛中以2-0的成绩击败日本队，进入半决赛，最终获得第四名，与上届残奥会成绩相同。无缘奖牌的确遗憾，但他们勇敢坚毅的表现仍然得到了人们的称赞。云南省盲人足球队是全国最早组建并从事盲人足球训练和比赛的球队之一。自成立以来，共培养了30多名盲人球员，先后有10名队员被选拔进国家队。岳建坤身兼数职，他既是昆明市盲哑学校的体育老师，也是云南省盲人足球队的教练，还曾多次带领中国盲人足球队出国征战，斩获第2届、第7届、第8届亚洲盲人足球锦标赛冠军。那我们推着你，对不对？那我就告诉他们，我的任务不是教你们踢球，我是告诉你们，你们是真厉害，这些你们都能做。喂，准备。盲人足球的球场面积约为普通足球场的一半，比赛时每队可以上场5位队员，除了守门员可以是健全人外，其余选手的视力残疾程度必须达到 B1 级，也就是全盲。在正式比赛时还要戴上多层眼罩，来确保他们感知不到任何光线。盲人足球的重量是普通足球的2倍以上，其内部有6组金属铃铛，球员通过辨识声音来判断球的位置，从而实现运球、传球和接球。同时，由于在球场上奔跑的运动员看不到彼此，他们也要发出声音提醒他人避免碰撞。好强！因为过去可能有盲太啊，这些老是脚前探出去，身子不敢出去。我一开始可能就不敢跑，后来是可以跑了，就跑得慢一点，啊，然后一开始不敢抢，后来敢抢了。知
知识本身的获得是要真正的获得，而不是老是堆积在你的脑子里的几句话。我们要创造条件，让孩子时刻对事物保持一种好奇心。你渴望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你的梦想。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更好的未来，无论他出生在哪里，在怎样的家庭和怎样环境，他一样的成为未来的国家的栋梁。我这属于后天性的，应该是七八岁左右就看不见了。自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就看不见。小时候就视力不大好，十二三岁之后就彻底看不到了。最想看的就是蓝天白云吧。最想看到的是汉字。有遗憾就是不能学汉字。最想看到的应该是爸妈吧。以前爸妈的脸是有一定的记忆的，现在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三十多年前，岳建坤毕业后被分配到昆明市盲哑学校当体育老师。刚刚和盲人学生接触的时候，他感觉无从下手。体育课呢，就是像盲人这一块的话，都基本上是静止的，你说移动的那种有对抗的都没有。就在岳建坤想方设法丰富体育课内容的时候，盲人学生的一个举动深深触动了他。就是正常足球用塑料袋把它裹上去，然后以后胶带纸啊裹上去贴着球，塑料袋滚动嘛，就擦擦擦擦擦摩擦响嘛，是学生自己玩出来的。不知道是谁玩出来的，我就也得到了启发，他们还是有那颗心的。那我们在体育课的时候，我说来来来来来，围绕着他们发明的那个球，又创造了好多的一个玩的方法。2005年，云南省要组建一支盲人足球队，在昆明市盲哑学校选拔队员。岳建坤带领他们熟悉了一下盲人足球的比赛规则，建队不到20天，就赶往海南参加第一届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就是说那个我们差，其他什么也差，差不多，大家都是球也不熟，然后那个他的节奏就慢嘛。那时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支盲人足球队伍都处于起步阶段，虽然云南盲人足球队在比赛中只拿到了第10名，却让岳建坤和队员们看到了希望。大家起步度低，谁踏踏实实的多练一会儿，技术好一点，一下子就冒出尖儿来了。带着一群没有运动基础的盲人学生，组建一支专业的盲人足球队并非易事。那时没有经验可参考，没有方法能借鉴，没有资料可查询。岳建坤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队伍带好，有没有能力担负得起盲人孩子们的梦想。犹豫再三，他还是选择迎难而上。可能专业的教练对健全足球很专业，但是对盲人的这个生理的一些结构啊，他一些东西啊，他掌握不了。然后呢，你跑，你向那边跑，我也可以走，这一步两步就行了，不能跟着一直。难的是什么呢？难的他的重心的转移移动，是那重心的转移，不是脚底下带球那两下，那两下只是表现，最后的结果。前期的这个髋关节啊怎么转啊，这个重心怎么移动，这个设计它的结构整个的一个过程才是最难。为了找到更有效的训练方法，岳建坤想了一个办法。我也把眼睛蒙上，自我感受我的这个肌肉啊，我的这个关节啊，我的这些是怎么运动的，把这个呢就记下来，就让队员们做了以后呢，就在有些关键点上就提醒他。
平时盲人足球队员走路都小心翼翼，到了训练场上，他们终于可以尽情放飞自我，体会奔跑的畅快感觉。每当这时，就是岳建春精神最为紧张的时刻，他不敢离开球场半步，不断提醒球员们要发出声音，避免碰撞。好球，左上角。帮助他们养成一个随时出声的一个习惯，你出声了，哎，给对手提示，对手出声了，也给你提示的，这个就避免了一个不会的一些碰伤啊。他痛不痛？不疼啊。痛不痛？酒精。一定要叫的一声，不论是你要上，你要去追球，没找到球，一定要触着身体上去，不然的话，前面那个人不知道你上来。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孩子的安全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孩子他本身视力是有障碍的，那万一这孩子产生碰撞，产生摔伤，产生其他身体不可预测的损伤，那就会带来一系列的关于学校安全的问题。由于盲人足球运动的不确定因素太多，校方和家长都不愿意让学生参与。家长担心呢，我的孩子假设去踢球去了，他过了七年八年，他的身体不再允许他踢球以后，他不具备专业知识，做什么好像都做不了。队员们把岳建坤当作父亲一样爱戴，岳建坤同样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他知道校方和家长的担忧，也曾经非常矛盾。我们的这个集训当中呢，它是一个短期的，到了一家按摩店里面去打工，弄着弄这边集训了，过来哇，一来人家老板不干了，你去了我怎么办？我这人不够了。盲人足球训练一般都是短期集训，比赛之后队伍就会解散，这也导致很多已经参加工作的队员面临失业的风险。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结婚生子、车贷、房贷等经济压力也会随之而来。如果能够踢得好了，能够代表国家出去比赛这些完成了他的梦想了，这样还好一点。但是有的呢，他又达不到那个水平，又怕把他自己给耽误了。可是队员们对踢足球有着自己的坚持，他们热爱在绿茵场上奋力拼搏、痛快淋漓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项运动中变得越来越自信，也更勇敢、更乐观。我觉得将来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后悔这段踢足球的时光。年轻的时候向着自己的目标也曾付出过，也曾努力过，不留下什么遗憾也就挺好了。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我都想拿去感受一下，就算失败了我从头再来，做按摩什么的时候都可以做，但是足球呢，可能这次机会错过了，下次就不一定有了。我一直奋斗的一个最关键的点，那个想法，我是要让所有的盲人，他们要知道，只要自己努力了，只要自己尝试了，没有什么不可能。每个队员的都拼尽了自己的全力，第一次让五星红旗让飘起来，真的很激动，很激动。往边，慢一点，慢点嘛，慢点嘛，这是这。每次赶往训练地点，每次参加比赛，岳建坤就是这样，一步步引领着他们走向未来的希望，也走向未知的远方。
要像个老母鸡，那老母鸡要把那些小鸡一个一个护在翅膀下面，真的非常不容易。他为这个确实是想了很多办法，也操碎了心。十几年来，不断有老队员退役，新队员加入。他们在岳建坤的引领下，有的实现了梦想，站在了最高领奖台上，有的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并一直奋力向前。而岳建坤也实现了他作为老师的理想，那就是点燃学生们心中的光，让他们在黑暗中也敢于飞翔。任何时候，不论你有多么困难，有多么的不幸，只要自己有一个强大的心，对他们来说是对光的向往，那么自己永远是亮的，是光明的。接受所有的嘲讽，向着风就冒险。你有自己的梦想，为了自己的梦想拼搏而活着，整个世界都是光明的。